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娜。大家看一下我手上拿的镰刀，猜一下我今天来干什么呢？你看一下，我今天就是来割这个草的。大家知道我割这个草来干什么用吗？可以看一下，你好多这种青青的草。我还是告诉大家吧，我呢割这个草去喂鱼的，割鱼草。像我们在农村都是有养鱼的，我们就每天都会来割一次。好，这么多也够了。一天每天都差不多要割这么多，拿去喂一次就可以了。走了，先去喂鱼吧。我们现在要去那上面去喂鱼，从这边走上去有那么远吧。我们到了，这就是我们家的鱼塘。我先把这个拿下来先。这鱼塘的话，下面也有草鱼啊、鲤鱼的。现在已经喂完了，我们就先回家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关注我哟，我是小娜，我们下期见。